情的欢呼，墨西哥志工们首度来台。这天参访人文置业中心，大家第一次站上主播台体验报新闻。当看到赈灾影片时，不少人相当有感触。Pero he estado, o sea, tengo experiencia ante cámaras y me, o sea, la idea de transmitir un mensaje a mí me apasiona.El punto familiar, aquí se siente muy, mucho la familia, es muy unida. En mi país, sí es unida, pero tenemos ciertos problemas.爱的能量要循环，慈济人赈灾希望带去的不只是一次性的帮助，而是想让本土志工们能有所感触，进而一起来传递正面能量。我们所播出的所有的讯息都是美跟善的讯息，包括他们在墨西哥所做的一切，让人希望我们的媒体大爱电视台可以净化人心。我告诉这群墨西哥志工说，只要你们愿意分享，愿意付出，你们也会成为我们净化人心最棒的力量。上广播也录特别节目，墨西哥志工们一一分享感人故事。这次的参访让他们更了解蓝天白云的使命与精神，将带着更坚定的信念走入人间菩萨道。大爱新闻黄一杰、李建宽台北报道。